里山山脉上，一座山形有如凤凰，每当雨歇初晴的云起之时，更添祥瑞仙气。不知是风生水起，有凤来仪，还是真有一说，60年一次的长久等待，非梧桐不栖，非石竹不食的神鸟，或许真能乘着传说的翅膀，来到人间的凤凰山上。我们并非追祥云而来，却在柳杉精油弥漫的森林中遇见似曾相识的新朋友，进入一个纳美人才能深入的阿凡达境界。热情干劲兼具的森林尖兵，在茂林修竹间游牧骋怀，还得适时地为大自然修整门面，还树于林。我们在台湾山苹果繁花盛开的季节，和溪头台大实验林的调查研究人员一起走上这条曾经有着黑熊漫步、奇花异景的南岭线山径。从溪头出发，前往山林溪的棱线上，意外闯入了一片白木枯立倒伏的太古洪荒之境。据说来过这里的人都会忘记俗世尘扰，人生在世能有几回，我们一定要来感受一次。岁末年中，追日出总是闹笑话的 MIT 台湾之一行追到了溪头天文台。我们在圆顶下翘首仰望，想象直通天外天的大球内深藏着多少奥秘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一趟在老友带领下，我们进入了大球。当时麦哥还不知道，已经有一群台湾顶尖的科学家跨国参与拍摄出全球第一张无形黑洞的影像，见证了天文物理重大的发现。这一夜，麦哥还来不及和夜空群星解密，已经进入他深度睡梦的黑洞。一早醒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新朋友老朋友摩拳擦掌，我们将再次踏上溪头山林的忘忧行程。哇，今天天气非常棒啊，这是上山的好天气啊。对对对。那我们要完成我们上次的承诺，我们就是要从溪头的天文台，然后纵走到山林溪去。是是。那这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主任要带大家去巡山了、啊。是，今天的任务呢，我们是要联合巡视哈、哦，要走的路线是我们凤凰山的南岭线。那这一趟的任务呢，哈，我们最主要呢是针对，比如说我们这个路线上面有一些比较会被盗伐。盗采的一个热门的点，我们加强做这个巡视。那沿线呢，同步呢，可以针对，比如说沿路有一些动植物的资源，那我们也安排了专家做这条路线的调查。那在这个路线上面呢，也有一些我们收回的造林地，那我们针对这些造林地呢，我看一下新植造林抚育的情形。所以今天行程是非常的精彩啊，所以我们可以介绍沿途的风光、动植物之外，那我也可以看到你们如何去巡视这个山林，维护这个山林。是的，所以今天是阵容坚强，哇！我们这边也有植物的专家，也有我们林班的管理人员，台大这边人才济济啊。你好，班长，哇，怎么称呼啊？我姓杨，好，智慧的智，凯旋的凯，智凯，负责保育跟游乐的业务。那我们今天跟着主任一起来联合巡视，主要是对于这个步道两侧的稀有动植物的话，我们也一并做进行调查。好，那我们的行程会更精彩啊！哇，我们这次唯一的女士，代表早安，我是陈洁英，我在管理组服务。那我们管理组的业务呢，就是负责林地管理。那我们平时呢会定期的做一些巡视，那针对不同的盗伐热点的路线，然后会去进行巡视。哦，所以你体力应该很好啊，至少一个月要上来走这些路线一次，等级的难度也是不一样的。你们管辖的范围太大了，对，不是只有在溪头。今天有所闻了，从竹山进来就开始进入你们的领域，然后一直到玉山。对，这真的是32000多公顷的，所以可能70位都不够啊，70位不够。所以你要巡这个山真的是很辛苦啊。是。
哇，女孩子那个练得很厉害。没有，体力要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万导，你好，你好，你好。请问大明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哎，我是谢正权，负责汽车系的360班零班负责人。基本配备是什么？对对，说对讲机，还有 GPS， 还有草刀、雨鞋、喷漆。就看到你的刀子很特别啊。这个拿出来干嘛？自制的，他自己做的，手做草刀，手做草刀。哦，这个上山的工，这个把柄也是削的，自己削的，自己削的，自己做的。哎，是。来介绍一下你的宝刀啊。没有，这是草刀，因为我们随身工具，草先生很锋利，这是草刀，所以这是把柄要弧度，开路先锋。不过这握起来还蛮好握的。对，就是符合我们的体工学。我们今天应该不用开路了啊。今天应该还好了。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他是一位攀树专家。上次爬台湾山就是这里爬的。对，哎，你也有带这个刀子？我主要负责是溪头的零班的管理员。啊，因为我是1到60班，我们溪头6个零班。对，那我主要就是统整这6个零班的一些，像是临阵啊，或是说一些作业上的一个管理。接近年底的时候会比较忙碌。果实若成熟了，你就开始忙碌了。哦，也有可能。对，是有时候可能协助采收。好，下次可以带我们巡山，然后兼爬树。好，不用跑。那个你好，你好，好。好，我是管理组的庄玉祥。好，玉祥，对，负责的业务是七月林地的管理，还有国土保育计划。那我在这边工作大概1年多了，之前有做过旅游业，是当做导游跟领队，还在外面闯过，觉得蛮辛苦，而且练森林系练了6年，觉得没有回到本业了，有点可惜，所以后来就考了高普考，然后就来分发到台大实践点这边当技师，然后在管理组服务这样子。导游领队应该也是很精彩啊。对啊，钱没有那么好赚的。哎，不错哦，真的好赚嘛。哦，哇，主任不错，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来这边工作。好，那我们准备好就跟着大家一起出发巡山了。好，大家一起走吧。我们今天路线非常精彩，听说到最后面还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漂亮的湖泊。是这一条路线南岭线，它有几个岔路口，其中有往金甘树山的，那也有往山林溪的。我们今天选择这一条路线，出口会在忘忧森林，上面有很多的林木枯石枯立在那一边。那因为最近雨水比较少，所以呢，可能没有办法看到整个湖面倒影的感觉，可能效果不知道好不好了。可以先进去走一走，看一看，就随缘了。啊，随缘。对，今年非常干旱了，对对，雨水非常少，所以可能湖水会比较少。对，有时候可能都会整池都是干掉，只剩一条小溪流。沿途都很精彩，是。Okay。不知道是天气太好，还是路况称得上老少咸宜，队伍虽然长长一列，但每个人脚步轻快，即使各自身负不同任务，却都像春游一样，身心浸淫在芬多精森林里。之前溪头台大实验林的蔡处长告诉麦哥，芬多精能安神镇痛抗焦虑，而树木中就以柳杉蕴含的芬多精最多。这么高等级又免费的柳杉 SPA 森林，当然得好好巡守保护。现在有时候就会针对这种树木啦，做一些资源的调查。嗯，那主任就是沿途看那沿途调查，对，他们就会看这我们这个路线有发现的哪些的树啦，或是有珍贵的树，也会特别记录。麦导，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过去天南里有经过整理过后，那我们栽植柳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残存下来的天南里，比如说我们等一下沿路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小晋级的牛樟。那溪头的话，其实附近有一座很有名的山，叫做张空仑山。过去的话，其实就是伐采樟树跟牛樟为主的。那樟脑其实很多的地名都跟它有关系啊。那我们这边因为樟树砍光，所以叫张空仑，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那我们从过去的伐采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其实日本人伐采都会留树头，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目的是要巡视树头。后来的人发现树头留下来是有它的生态智慧在的，比如说它的根系仍然是可以抓住台湾的土地，但是如果你把树头挖走，就失去了水土保持的功能。所以现在老鼠对树头特别有兴趣。对，针对这些树头，我们再观察一下，有一些根系的一些能力的话，它如果开花结果，或许我们可以再从它的上面的挑选一些种子，然后再来做繁殖。
这条我看你非常忙碌啊，我们一走进森林就看你在寻寻觅觅，你在寻什么宝啊？麦老，我想跟你介绍一个哈，这个叫做玉山建筑啊。玉山建筑其实跟台湾山有同样的一个地位啊，因为台湾山我们都知道它的拉丁文当中的属名是用台湾尼亚嘛，嗯，但是玉山建筑的拉丁文的属名是用玉山拉丁文化，但是它是用过去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Natakayamaensis， 它是它的总小名，可是它直接前面的属名的话，直接把玉山叫做 Yushania。哦，用玉山来命名这样子，对，那一定是台湾一个很特殊的植物了。过去会认为它是一个台湾特有的，不过现在从菲律宾岛上也有发现了。不过它在整个全世界的尺度上面来看的话，它是分布海拔第二高的一个族类，仅次于喜马拉雅山始祖，所以在地理分布位置上、生态位置上，它有它特别的地位。玉山建筑对爱好登山的人是再普通不过了，因为只要爬到一个海拔高度两三千，就会看到玉山建筑。对，我今天听志凯讲就知道，哇，它其实是非常珍贵，而且是用玉山来命名。对，玉山它的属名是玉山。哦，这就是民族珍贵。我们在做保育业务的时候，会观察一些物候嘛。嗯。那竹类开花一直以来在全世界都是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周期是什么时间点。那从两年前开始，我们观察到了玉山建筑开始开花，所以这已经是开花了。对，这已经开花，然后已经结果了，所以果实。对，这已经是果实。那竹子开花是不容易啊。对，因为周期很长，所以在两年前，我们一个竹类在台湾引进的是1967年引进的，到台湾的话呢60年，嗯，全世界同一个时间点60年同时间一起敲了钟，然后大家一起说今年开花。从两年前开始，我们就一直观察到台湾山上的玉山建筑，从阿里山山脉一直开到我们末端的地方，一直都看得到开花结果。但是它开花一个特殊现象，会死掉。哦，对，有听说竹子开花开完它就要死亡了。对，所以过去有记载的话，有一些最长到120年。那像玉山建筑，我们目前推估大概是落在60年左右了。所以建筑其实是一个大猫熊它的主要的食物嘛，所以大猫熊它那个地方的建筑开花的时候，其实导致于族群数量锐减，因为猫熊它没有竹竿可以吃。对，那台湾岛上当然依赖它的生物不多，但是在这个森林当中会变成一个很特殊的景观。上次去能高安东军那边的建筑是有开花，可是这样结果我就还没有看到。对，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就陆陆续观察这几年的话，开始做了一些长期监测，看它的根茎要到什么时候。我们现在做了研究，做了3年之后，发现它大概3年才会成杆。它一开始就跟一般的草本植物很像，那到3年之后才会长成像我们比较熟悉的高山上可以看到玉山建筑的竹竿。不过我觉得它的果实很特别，是就是细细长长的哈。对对对，它其实跟如果认真看的话，把它剥开来，其实跟稻米很像。跟米很像，对，所以其实全世界最贵的米啊，我都开玩笑说啊，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是奈米啊，但奈米我们知道不是嘛，对，也有可能会讲差月光米，但其实现在目前推估出来的市价最贵应该是竹米，竹米，对，竹子结出来的米，竹子的米，对，有这个东西，对对对对对，所以过去先民真的有在食用，有的，因为《本草纲目》很早以前就已经有记载说吃了竹米的话，轻身益气啊，眼睛可以看到神明。对，那也有传说中吃了竹米之后，一个月之后腿上会长毛，一天可以跑500里。哇，对，那现在是不能随便乱摘，不然实在是应该吃一两颗，增加一甲子的功力，因为这要一甲子才开花。所以我们都在跟学生啊，跟研究单位的同仁相约，60年之后再来谈全世界的特殊现象，也不容易耶，因为它开花一次要很久嘛。所以过去在台湾的传统概念当中，只要看到竹类开花，都会有一些不好的意欲，或者过去在中国的历史当中都跟鼠疫有关，因为鼠化在地下是很重要的啮齿类动物，它吃了这个高营养的东西，就大量繁殖，就传播出来的瘟疫。那在这条林线上，其实它更有富含它的神话，因为我们知道这条山是凤凰山上面的林线嘛，凤凰非竹米而不死，非泉水而不饮，非梧桐而不栖，所以今年看花可能有机会看到凤凰。凤凰可能会出现来吃一下竹，是志凯哦，很厉害，不止可能会来吃一下竹，那个生态植物很厉害，还有文学的素养。对，所以我们大概吃完大概。我们都听过凤凰浴火而生，但还真不知道它很有可能是挑食而亡。麦哥按照志凯博学又风趣的解说推论，尤物之所以珍稀罕见，大多因为它们只钟情于单一食物，比如凤凰之于竹米，宽尾凤蝶之于台湾擦树。60年的痴心等待，虽然只是一则神话，但竹子一生只开一次花，之后将面临全部枯亡的命运，却也是有根据。我们应该是等不到传说中五彩的百鸟之王，但建筑上还是自动入境了一只鲜红艳丽的长角窄胸红蝇。
台湾特有种的它，不论是鹿角一样分歧的触角，或者一身的大红袍，都让人联想到没有凤凰红蝇也好，但饮食均衡不挑嘴更好。冰河结宜的台湾擦树是全世界仅存三种擦树的其中之一，因为野外族群稀少隔离，幼苗更新不易，已列入易危物种。但擦树却是宽尾凤蝶的唯一食草，这种有着两条翅脉贯穿宽大尾图的蝴蝶，因为行踪飘忽，又称为梦幻之蝶。目前仅发现台湾擦树是唯一寄主植物。拉绳子哦，哦，很好抖哎，很喘。哎呀，这后面跟一个脚长手长的结音呢，他走一步我们要跟两三步。他已经这份工作15年了哦，是啊，加油加油，谢谢。这体力很好，很好喘呢。今天不能摸黑哦，今天摸黑有请客。哇，那就要请客了。在这边又发现了很漂亮的植物水晶兰。严格上来说，它是阿里山水晶兰。哦，阿里山水晶兰，对，跟你平常看到水晶兰不一样。哦，不一样，对。那如果你从它的雄蕊去看的话，有光滑的就是阿里山水晶兰，有毛的是水晶兰。哎，阿里山水晶兰我倒是第一次看到，因为平常也常看到水晶兰，因为我刚看水晶兰应该是中间紫黑色的，奇怪颜色不太一样。目前台湾有两种，一种是水晶兰，一种是阿里山水晶兰。怎么区分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柱头的地方，柱头如果是黄色偏黄色的偏黄橘色的，这种就是阿里山水晶兰。那如果是紫色的就是水晶兰。就看到新的水晶兰。对，而且水晶兰这种植物也是很特别，它其实是一种异营植物。异营植物就是它没有叶绿体在植物里面，那没有叶绿体意思就是说它不能行光合作用。那像这样子要怎么称为植物呢？那它就蛮特别的，就是它是藉由跟它共生的菌根菌。那菌根菌它是一种真菌，那它藉由菌丝游走在土壤的间隙里面。那可是水晶兰没有办法提供给它共生的这个菌根菌养分，因为它不行光合作用嘛。那所以其实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它藉由这个走在土壤里面这个菌丝呢，这个菌根菌它同时跟另外一棵植物共生。那它共生的时候，另外一棵植物可以给它光合作用的产物碳源，那给它这个碳呢，然后再回馈过来，然后再提供给水晶兰这样子。哦，所以植物之间它是有连结联系的，可以这样讲吗？是一个像阿凡达世界的一个地下网络。哦，对对对，我们看那个电影阿凡达，对对对，它那个地下的菌丝啊，是根系会共通，会有联系。对，它是可以传递讯息的。其实现在的研究技术越来越发达，我们可以从同位素去追踪，然后就发现原来它的养分是可以互相传递的。所以像水晶兰不能行光合作用，它可以透过其他的植物把养分吸收过来。对，没有错。哦，所以它也是很聪明的。是啊，你看它的根系。哦，这是水晶兰的根哦。对，也没看过。对，跟研究人员出来就是有这个好处，因为我们平常比较不能去乱动，那研究人员他们是可以做一些采集。对，我们回去做那个菌根研究，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跟菌根菌共生之后形成的根系呢，呈现一个短棒状的菌根的形态。哦，根根这就是菌根。对，对，它不是细细的根毛，它是短棒状的菌根形态，然后上面会缠绕一些菌丝。所以它就是透过这边就跟其他植物做一个连结了。是的，那它就是经由这样的连接才可以有养分的传递。这样看就很清楚了，所以它地下网络其实是很大的。那这样子的地下网络其实对这些植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共生的效应对它的生长会影响非常的大。
今天天气很好，不过我们的速度一样是很慢，因为沿途都发现很多的植物啊，很多的宝。那我们现在到中午了，才走到凉亭这个地方，大概一公里的地方，会不会跟你平常走的速度差很多？当然，我们平常的话，如果巡视，我们会很早就出发。嗯，对，因为其实在今天其实运气很好，今天天气很好。我们溪头这边常常过了中午以后，就是起雾或是下雨。哦，对，所以今天运气真的还不错，还有一点点阳光。不过我们也是要掌握时间。不过说要赶路，我马上又被耽搁下来。哦，所以这次阿里山水晶兰，对，哇，这次收获很大，又看到新的水晶兰。对，而且植株矮小的阿里山水晶兰，和我们行走高山发现的水晶兰一样，即使生长在高大的绿色建筑中，但全株晶莹皎洁的花朵却总是一眼就能察觉，吸引人驻足俯身凝视许久。既没有叶绿素，也没有寄主，虽然属于俯生植物，但俯生的工作却是由真菌来承担的。阿里山水晶兰是1936年发表的新种，花色比起略带淡粉红色的水晶兰更为纯白。如麦哥所说，我们庆幸有研究人员同行，才能一窥这种神奇植物根系下的神秘网络。这一路如果再精彩下去，原本3个小时左右的路程，不会真的又要摸黑了吧？大哥有任务了，看到什么美竹嘞？森林里面就一颗竹子啊，所以大哥你现在是要把它锯掉？哎，是是，它是蔓延到我们的造林地里面。嗯，哎是 ，OK， 好，哦，那我开始了。竹子很好锯哈，哎，还可以。这个竹子就是会蔓延过来到森林里，会影响到森林的生长。哎，是是是是， okay. 所以我们把蔓延竹给砍除掉。我们等下找找看还有。竹子的根系相当的强，所以它经过领线之后呢，蔓延到我们的造林地里面。造林地的造林木呢，被这些竹子竞争之后呢，它可能衰败死亡，这边就变成竹林。所以我们实验林把这一些蔓延的竹类拔除之后，复旧造林。那现场我们看到这边种的呢，都是以枫香为主。后续我们还是列入造林的管理里面。在这6年当中，还有一些杂草，还有一些新长出来的竹子。那我们原则上还是整理，让我们种下去的这些造林木能够更健康的长大。哇，所以这些枫香也长得蛮大颗的，难怪这边看竹林呢、啊、有一个分界的感觉。对对，就刚好一个分界点，那这一边完全就是没有竹子的。竹子呢是砍完之后，我们实验林再把它再种一些树苗下去，让它恢复原来的天然林的一些现象。所以在还没有种树之前，包含这一片也都是竹林的。答对了，都是竹子。所以说你看很多倒下来的地上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做这些抚育的过程，把这些竹子再把它砍倒。看不出来这些竹子的生命力竞争力有这么强哦。对啊，竹子的地下茎呢是很强，诞生型的它都可以走很远的，所以这个也是竹子的慢生造成造林地的危害的情形，这个也是我们蛮重要的一个课题的。看不出来这些梦中竹竞争力这么强，感觉这边的树木也都蛮大棵的。对，很大很大，所以它长过来还是会影响到这些原来的树木。对，因为竹子的话有部分是也有它的作用，所以说它的根系周边一些的比较都不容易生长出来。再过些年这边就有枫香，叫枫香的枫香森林，是是。刚看到工作人员也有去砍除一些长得比较前面的蔓延出来比较严重之后，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统一的整理的，恢复原来的天然林的一个状态。竹子真是一种奇妙的植物，即使经常性的固定巡视，工作人员总还是能在每次的任务中发现刻意呵护的枫香小树里冒出几根竹枝。南岭步道林相和柳山为主的溪头相似，造林时间大多落在30-40年之间。路途中群聚密生的柳山和孟宗竹林，只准许微微光影从树影摇曳间似有若无地泼洒而下。这时候开了一扇林窗，看到一株高挺的树，不由得停下脚步。麦导，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棵台湾苹果啊，其实
刚刚我们主任有介绍说这一块是蔓延竹类，蔓延竹类其实会主要的目的是疏伐掉这个梦中竹，但是对于原生跟特有的植物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会予以保留。所以现在看到这一棵台湾苹果的话，树高将近16公尺高，这其实是很少见的这么大棵的巨木的。那现在看到整个树梢还有棉花在上面，因为是有点远，花型看起来不是很清楚。我第一次看到野生的台湾苹果开花，对，因为之前在大分有看过。苹果也看到很多台湾黑熊的爪痕在那苹果树上，是是是 是, 是，所以这黑熊应该是很喜欢吃台湾苹果。对对对 对, 對，其实台湾苹果它另外一个名字叫林芹呐、啊，那芹的话其实是讲的是鸟类也很喜欢会来取食这样子的一个水果资源，所以除了大型的哺乳类动物的话，其实像我们熟悉的鸟类其实也会来取食这个台湾苹果。原则上因为它是野生种，所以它大小会小很多，大概像乒乓球那么大，成熟的话比较偏绿色，那可以说是青苹果。是青苹果。所以台湾在野外是可以看到这种野生的苹果。是因为常在台湾的时候，常常很多人认为说台湾没有野生的水果，其实翻开来，其实台湾真的只要你念得出来水果名字加上台湾两个字，都找得到野生的水果。除了台湾苹果之外，比如说还有哪些，像我们吃的枇杷，然后我们家两只台湾枇杷，这个叫山枇杷，然后我们吃的香蕉，加上两个字的台湾芭蕉，包含我们说，台湾人现在很多人吃葡萄，台湾也有野生葡萄，叫小叶葡萄，或者是以基隆为名叫基隆葡萄，所以可见台湾有很多很有趣的资源都是在森林当中。奇异果是不是也是台湾野外早期也有像奇异果那种？对对对，所以奇异果的话，通常它另外一个是猕猴桃属嘛，所以我们加上两个字叫台湾猕猴桃，所以也找得到对应的，但是大小都跟我们吃的这个水果大小差异非常大。就是经过改良后的一般种植的就是很大，对对对，甜度很高。那像一般野生的对人来讲应该是比较不好吃的。是。不过我们导师有另外一个思维，因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是被苹果砸到的嘛，我们想我们台湾应该也可以多推广一下台湾苹果，看看有没有多出几个牛顿。对，这是野生的台湾苹果。其实非常大颗也非常深。在电脑上搜寻苹果，跑出来的字眼几乎是3C相关的科技产品，也难怪擅长旁征博引、旁敲侧击的志凯一定要将大家拉回有台湾两字冠名的水果，之后肯定是美味可口的代言了。此时麦哥的思绪又跑回2014年的大分有熊森林，那一年的台湾苹果、台东柿子、青冈栗结实累累，于是黑熊来了。如今初见高高树上的台湾苹果繁花盛开，想象金秋的台湾黑熊都能有个安身立命、食物无余的好年冬。黑熊来了，岛屿台湾才能更精彩。早年溪头山林溪一带同样有熊出没，只要有这些冲劲十足的捍卫森林尖兵，金秋的台湾苹果树下，人们将发现黑熊来了。台湾从低海拔到3000公尺都有水晶兰属植物的分布，水晶兰非蓝，白色略带淡粉红的花瓣，内侧花丝密生长毛，柱头紫色。过去水晶兰被归纳于鹿蹄草科，经过分子鉴定后，学者已将它归到杜鹃科的席帐花亚科，花期大约7天，不适合挖掘采摘。背的袋子很特别哦。对，这个袋子啊，这个是以前在实验里的这个前辈这个在给我的。哇，所以这袋子很有历史了哦。是啊。当初这袋子是做什么用的？这个袋子是最早我们前辈就是像他做攀树的采种，那一些调查的时候，那他在户外作业会带这样子的一个采集袋。那其实这样子一个对我们森林工作者其实是蛮好用、蛮便利，很多东西都可以放里面这样。你也不会用担心说，会掉，或者说随时都可以转侧边拿东西这样，其实非常方便的。我这是很有纪念的意义哈。是啊，这个人家菜市场买菜什么的。这是买菜也有那种。哎呀，对对对，很多种颜色啊。
像很多花纹的，有那种红色啊、绿色、蓝色那种，对对对，纹路。啊，这个是他们以前调为了调查哈，这里车很多的，是一群人车的。哎呦，这有西沟的，对，那个小西沟。一个小巧可爱的木桥啊，一路往上哦，哇，后面要拉绳子，继续，哦，往上爬，继续攀爬，哦，也有拉绳子的哦。爬山是好的运动，但是呢，就是你要有一个安全的资讯，或是适当的人走适当的路，不需要说真的一定要一直往上冲，或是跟着人冲。啊，人家可以，并不代表你也可以。往忘忧森林的路，这看到露台哎，是啊，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往三林溪跟忘忧森林的岔路口了。那刚刚我们从天文台那边过来，哦，大概走了1800公尺。那现在呢，如果要继续往三林溪的话呢，大概还有2900公尺，大概还有3公里远，哦，大概还要一个半小时之久。那一边呢，同步也可以到达我们的金甘树山。好，哦，那现在我们呢没有要往三林溪的方向，那我们现在往忘忧森林刘龙头这个方向。好，哦，大家继续来前进。所以我们到这边是有两个岔路嘛？是。那因为我们今天目标是要到忘忧森林，所以我们就走右边这一条。所以还是注意这个路要去哪里，不要迷路了。时间晚的时候就要掌握一下时间，不要太晚下山。对啊，虽然老天很帮忙，我可以看到太阳已经慢慢在下山了，所以我们也是要慢慢赶一点路，不然等下就是看到天黑的忘忧森林。好，加油，继续加油，大家加油。主任，往忘忧的路况啊，大概是怎么样？往忘忧的话，沿途大概就是下坡比较多了，上坡并不多了。那沿途很多都是树根的道路，所以说待会大家走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点。好，那有时候在这条道路上面也会看到一些蓝户贤的出没哈。OK， 好，那就大家注意看哦。所以这一段路就下坡比较多了。下坡比较多。主任高声地提醒大家，接下来几乎都是快乐的下坡路程，队伍中有些人不免心情复杂起来。一出发时，麦哥发下豪语，今天绝不摸黑，否则又有一顿美好的晚餐要请。眼前却见人人身轻如燕，似乎一纵身就可以飞跃达标。但是我们即将抵达的地点，听说有如阿西纵走时经过的水漾森林，看来美景炫目又会杀掉许多拍摄时间。那这些就是刚锯完的木头吧？因为乱七八糟的。对，但是木头可能有它旧的。哎，这个是之前锯过被标定是要喷漆。好像有所发现哦，现在整个巡山的队伍，啊，发现一些状况，我们看一下要怎么处理啊。哦，有新发现了是吧？是，我们看到有一些之前有锯过的一些残材的痕迹。哇，这边好像都锯过了哦。是啊。哇，这是新的哈，哦，这还有很多的木屑。这也有锯一段时间的了，但是比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还要新一点点。那也有5-6个月以上，这样看起来，欸，有一段时间的。麦导，你看那边的香味，这个是这个刚锯下来的，它那个香气会更盛。欸，OK， 我那个哈，哦，这有一个切面了，啊。对，我摸一下，来闻一下。哇，哦，块木，应该是红块还是扁柏？这是块木的那种香味。哇，哦，好香耶！这一个切面就很新了，啊，所以可能有人觊觎这一块，啊，所以这边已经用电锯把它整个锯开，所以我们看到这边非常多的木屑啊，哇，所以这边算有一个新发现了，啊。是这个，因为哈，哦，这边的山老鼠它一般会是在晚上的时候，嗯，那趁黑夜就可能骑机车到这附近，然后再拿工具进来办案这样子，对，所以这边周边的一些可能。有在经营的商家或住户，他们其实都晚上会听到一些电锯的声音，对，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巡视上面必须要注重，说可能哪些点会被这个树头三层的树头被盗采的部分，对，那当我们发现就是可能要先做一个记录啦，嗯，
那通常就是你们发现一个新的有锯过的地方，你们大概会怎么处理？一般如果我们发现一个新的这个案件，那首先我们要先了解说，我们现在这个地点啊，它的位置大概是在哪个地方？好，那我们第一个一定先收一个 GPS， 这个定位，对，先做个定位动作。那再來就是说，我们必须呢要将这个新发生的这个案件，那做一个喷漆，因为以后你可能还会再发现这个案子，要确认说这个是新的还是旧的，这样一定要先做一个记号。对。那所以我们先做一个记号，这样。大概要先做一个记号，就是了解说这个部分的残材是是旧的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会再回去查说，有没有可能是有其他的这个行为人在这附近有可能犯案的，所以我们就是会先洽这个周边的一些住户啊，有没有听到一些消息这样子。哇，所以每一个地方就先做个记号，像你们是用喷漆的，是。而且有些木头，如果说他在这边没有带走，是过一阵子他又会进来。我们在巡视的时候有发现一些状况是，他会把它先切成固定大小的块，然后他可能会看最近风声紧不紧，因为原则上我们单位还有就是警察相关单位都会在可能在某些时间会在某些地点路线做埋伏的动作，对他们，而且他们现在在办案上面聚的人跟搬的人，还有搬的人可能跟开车的人都不见得是同一人，对，他们是有可能做一些分工的，组织化的。对，是的，还不是说一次就一定会把它拿光这样子。所以难怪要常常来巡视、来巡山哦，就是看这些珍贵的木材，要把它保护好。是，它就是被一块一块的这样搬出去了。对，好，那现在就是定完位，然后做完记号了。是，那就告一段落。是。一般哈，如果这一块木头是完整的，大部分都是做成佛像，或是做成那个艺品的花瓶，哈，车成花瓶那装饰品的花瓶。那如果是边材这种边皮材这个比较有形状的，那他们当然是把它整个洗过上漆之后呢，做成有造型放在桌上的一个类似艺品类的东西。所以山老鼠在山上也是窃取了蛮多这些东西，导致原来应该保护这个森林的根部也被他们挖走。现在的山老鼠集团的分工很细，聚的归聚的，运的归运的，搬的都不一样，那他们彼此之间也都不一定认识，所以呢，这个会造成剪掉之间在搜索整个串联的时候呢，中间会有一个断层，就是他没有办法再往上溯源，所以呢，最好的就是直接去找到这些货源到底是到哪边去，直接抄出那个收集这一些张材的那些草，直接从那边做源头的一个控管，那这一些山老鼠在山上挖的就没有出货的地点，那就会差很多了，那一下子可以把整个山老鼠收购这些张材的集团做一次的打击会比较有效果。你们管辖的山林啊范围这么大，让人手供啊？当然啦，以这么大的面积来说，管辖范围，人手的确是不是很够。对，但是我们会靠一些山友啊，或者是环保志工，他们会在登山的路程中，如果看到一些不法的可疑的情势，他们会通报。那我们的这些林务单位其实一样有人手很吃紧的这样的状况，我们也会互相就是横向联系。那在联合检警林这三个大家一起横向联系的合作下，就能够比较不会有三不管地带。我们其实一年大概也会办好几次联合巡视，也会找森林警察队，然后相关的派出所，那甚至我们也会跟邻近的南投林管处、嘉义林管处联合做辖区范围的巡视。而且我们很需要这样子横向联系，大家互相注意哪些地方是盗伐热点，那我们就会加强那个地方的巡视。蔷薇科苹果属的台湾苹果，又称为山仙楂、台湾林芹，分布于台湾、越南和辽国海拔1000到2000公尺的山区，每年9到10月结实，果实小，甜度低，味酸涩，但具有香气，成熟时吸引山林里的野生动物前往觅食。
金光大道哦。怕的夕阳已经下山。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主题式的，像郁金香花季的啊，牡丹花季的啊，或是枫树红的时候，赏枫或是水杉，这些都是他们一些主题。哇，快到目标了吗？快到了，快到了，再下个坡就是了。等等啊，是是，加油加油，好，老天今天真的很帮忙，还有太阳、夕阳余晖照耀，好，光佑森林就在下面了啊，大家加油。有些人是倒着走，就是从望佑森林那边走上来，走到金干树山，再切回溪头，从溪头下去，倒着走。也有人倒着走，倒着走的。对，这一段是上坡，这一段是上坡。加油。看到了，看到了，快到忘忧森林了，下面就是忘忧森林，到了，接接水了，忘忧森林在下面。水比较少了，只剩一条小从溪流的溪就这样子。所以以前这边都是水。对，以前满满的都是水。那这些枯木呢，也都是在水下面。哇，所以会有一个枯木跟水的倒影，是蛮漂亮的。哇，好，谢谢主任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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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啊，谢谢谢谢。那我们同事也走出来了。哎，你好你好你好，终于到忘忧森林了。啊，谢谢你们，谢谢，恭喜恭喜恭喜！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走出沃克。是是是，谢谢谢谢你们。哇，终于啊，到忘忧森林了。今天要谢谢主任啊，还有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我们才可以在天黑之前就到达忘忧森林，没有摸黑，没有摸黑。今天没有摸黑的，而且一路又看到很多很特殊的一些。动物啊，植物啊，我觉得真的很棒。那现在就是忘忧森林，等于是枯水期。对，它的枯水期，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只剩下一条小的溪流。那如果夏季水分比较丰沛的时候呢，我们这些枯木是在水下面，所以可以看到枯木跟水的倒影。那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可能都是水，所以没有办法站进来的。哎，有水的时候，我们现在是没办法走到里面来，可能都要从边边的那个步道哈，在步道往里面看。那因为是枯水期，我们才可以走到忘忧森林的里面，去这边穿过去这样子。所以说是风水期，我们这就站在 水上面，对，站在水上面的，站在水上面。我看到这么多枯木也蛮有味道，很有意境。是的，是的。所以会不会就是说住在这边沉思，可以忘记忧愁？对啊，如果一个人能够静静的在这边30分钟，那听听大自然的鸟叫、蛙叫，放松自己的心情的话，真的是忘记忧愁。这边其实蛮宁静的，那可以听到那个蛙鸣的声音。对，这是莫氏树蛙的叫声。然后这个绿草也都长出来了，对，芳草鲜美，也蛮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待会的路是穿过忘忧森林，就出去到那个马路那边，这是我们行山之后最后一个点。从这边经过之后呢，就是欣赏一下这一边的一个景色之后，忘记了一些忧愁，那离开我们的林地了，就是最后一站离开它。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今天的任务，哎，从溪头走到忘忧森林出来了，到森林溪去。是是是，那这边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谢谢麦达，好，那我们再下次再安排一条行程，然后再去巡山，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OK OK， 好啊，那我们就慢慢的走出去了，好好好，要把忧愁烦恼都抛掉，抛掉，好，慢慢走。921地震后，海拔1800公尺的石鼓盘溪上游河道受阻，形成一个长达1公里、宽约200公尺的堰塞湖。原本生长期间的柳杉林，因为长期浸泡水中，白木或挺立或枯倒的群体死亡。登山客沉迷于此情此景，为它取了一个“水漾森林”的梦幻之名。
金色夕阳的余光中抵达忘忧森林，就摸黑这道 MIT 台湾至难解的宿命来说，麦哥还真的感到一丝丝解忧盘郁的氛围。忘忧和水漾森林一样，缘起于921地震后，枯木和堰塞湖水共同交织出凋亡之美的风景，吸引许多游人前往体验生与死的奇幻梦境。我们在枯水期来到忘忧之地，一浅清水潮润出淤积地上的芳草青青，虽然不见满水时的水中倒影，却也是另一种山林美学。今天绝不摸黑，忘忧之后，美食和吉祥富贵的百花之王等在森林的另一头。